李嘉欣一字马连夫妻催老公挤人鱼线。大美女李嘉欣昨天在香港出席保养品活动，这锁骨也太大条了，许太怎么瘦成这样啊？因为好勤力做运动啊，咁所以就真系有见到有效果咯。原来她最近勤奋做的运动是凌空瑜伽，就是绑条带子在空中荡啊荡。43岁的李嘉欣卡古伦 Q 还能空中一字马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啲筋就即系不嬲都系好松嘅，咁所以即系凌空一字马嗰啲咧系冇难度嘅。即系成型啦，六嚿腹肌成型啦，系啊。她还催促800亿身家老公许晋亨脸圆鱼线，咁佢每晚喺度话：哇，有啦有啦。我已經有了，但是他做了3下，我說我幫你畫2條上去了。雖然有2歲兒子，李嘉欣和老公還是能享受兩人世界。先前傳出夫妻去歐洲玩1個月，把兒子交給李嘉欣姐姐照顧，外界以為是婆媳不和。其實爸媽就麻地酸的。他否认欧洲行只要夫妻去旅行，儿子都会带在身边。我都好想啊，我其实想欧游3個月添，带咗小朋友暑假嗰阵时有去过日本咯，次次旅行佢都跟住我。苹果娱乐 online 没那么容易被唱衰的报道。